现在是早上11点，我们本来是要早上8、9点这样出发去下一个地点，但是今天下大雨，所以我们改了一点行程，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一下，然后等那个雨下得没有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出发。今天早上我们煮清汤面。今天的行程就从 Hans Bay Campsite 出发，一直开着房车去到另外一个小镇，叫 Franz Josef。大约中午1、2点，雨势已经慢慢转小了，我们便离开营地，去附近的超市购买接下来会需要的食材。到了New World Supermarket。刘娜，几粒？几粒？一粒，两粒。之后我们去了 Hokitika Beach Sign 看这个特别的数字地标，天气实在是太差了，雨还是在下，只能坐在车上看着窗外。路上一直下着雨，所以驾车要小心一点吧。我们也希望一切平安的到下一个地点吧。我们到了这里，肚子饿了，所以先吃一点点香蕉，然后拍一些下雨的画面呢。雨太大了，大到震到上来去，雨太大了。这里的东西都已经被盖着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今天本来的计划是沿着西海岸6号公路走走停停，停在路边的各个湖泊欣赏大自然，但由于一整天都在下雨，所以看的湖景也变成了雨景，还是有点失望的。基于天气不美，我们只好开车直接去到了今晚的营地，希望明天的天气会好一点吧。好不容易到了下午6点时，雨终于停了，一整天的雨使得马路都在淹水，开车也必须非常小心。因为我们的一不小心，就造成了又一件令人头大的事情，房车出问题了，太惨了。原来是轮胎走在淹水的马路时，被水里面的碎石头溜进去，卡住了轮胎。花了一笔钱修了房车后，历经艰苦，终于到了 Franz Josef 市镇，开始找营地 check in。我们刚才去了两间，都满了，所以来另外一间这里 top ten， 希望还有位。Hello， how are you？ Good。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有位置的 campsite， 这里就是 top 10的 campsite。
然后我们刚刚拔了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准备去洗澡，然后准备晚餐。然后今天其实就下了一整天雨啊，到了现在7点这样才停，然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了，所以今天算是一个蛮多挑战的一天。连我们去的地方今天也没有很多，就是因为下大雨嘛，所以就每个地方就大概拍一下，也拍到的画面也是那种下雨的画面。Anyway， 我们 check 了，明天会是个好天，所以希望明天过后会顺利啦。好了，这一集就先到这里，下一集我会分享关于房车如何倒大小便的一集。如果你喜欢这一集，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集见。